一个是没有事的王，一个是不得宠的妃子。这宫里，你我倒像。你来，想从本王这里得到什么？后位。我和陛下虽是兄弟，但也无法左右他恩宠哪个妃子啊。倘若换你做皇帝呢？我扶助你入太极殿，而你要给我后位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